青年朋友们面临的一个比较大的一个需求，就是关于这种青年交友和婚恋的这种需求，啊，因为现在这个生活节奏啊，包括工作压力也比较大，啊，像这个青年人自身的这种交友的空间可能面临一个狭窄的一个情况。那么针对这个青年的这种需求呢，啊，我们就是组织策划了这样一个团员高薪啊青年相亲交友的一个系列活动。 就是没事儿，就是跟我有机会没机会的都会渗透一些这个思想嘛，也会催一些，感觉到压力很大，年纪越大压力越大。我觉得像这种的平台举办的这个活动吧，可能就可信度要强一些，我觉得。 在今后呢，这个活动会每个月这样常态化的开展下去，啊，在今后可能也会采取一些丰富多样的形式，包括这种文化沙龙啊，这种脱单市集，包括这种旅行交友啊，采取一些这种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吧。